今日讲讲中一嘅数学思群数列啦。嗱，讲起数列，小学嗰阵时咧，应该大家都会见过啲推理题咧，就系、比如1357啊，俾你咧，叫你估下七后边系几多啊，如此类推嘅。咁啊，1357咁后边梗系九啦。咁啊，因为你摸熟咗咧呢一个数列嘅 pattern 咧。咁啊，全部都系加二加二咁样去啦。咁啊，其实咧，中一就会做呢个估嘅动作之外咧，咁啊，介绍下啦，个 screen 上高啦，叫 general term， 咁啊，中文叫公项。咁啊 ，general term 就系乜嘢嚟嘅咧？就是、一条公式啊，可以计晒成个数列里面嘅任何一个项目，即系中文嘅呢一个啦。喂，计算所有项目公式、啊。咁即系话，如果我揾到一个公项 general term for 某一条 sequence 呢，佢無啦啦問我，喂，你可唔可以計下第170個 term 俾我呢？咁我就唔驚啦，因為條公式呢只要代返170落去呢，佢就會出返第170個數字俾我嘅。咁啊，非常之 powerful 㗎。書本裏面呢會介紹第一個數列呢，就叫 square numbers， 中文叫正方數啦。咁啊 ,square 嘅意思好似正方形啦，兼且係次方。咁所以呢，佢個 general term 啦，嗱，見到紅色呢 ,t equal n 係我今次做 sequence 嘅 style for general term 嚟嘅，咁啲學校咧就唔用 TN 嘅，用 AN 嘅，咁有啲用英文字叫做 DNF term， 如此類推，咁啊因人而異啦，嗰、那個 notation 就唔係太特別嘅，至於我個 style 就 T equal N 咁樣樣，咁啊就俾咗你就係 N 二次，應該書都有嘅，咁啊佢會計曬咧一嘅二次啊、三嘅二次啊、四嘅二次，所有數字由一開始嘅二次方噶，咁啊所以咧呢、這個紅色嘅位置咧。General term 如果再加深理解，就当一个数列嘅 DNA 密码，佢会落印晒成条 sequence 嘅所有数字里面嘅。咁啊，任何数字 output 出嚟都要经历呢个 general term 去计算出嚟噶。咁啊，先摸下，喂，第一个 term 点计咧？就系 T 1啦。咁啊，我代 n 第一咧，咁隔条式就一二次出一噶啦。咁啊 ，T 2咧就系计第二个 term 啦。咁啊，自然就系二二次出四啦。咁啊，第三個 term 就係三 square 出九 ，T 四就四 square 出十六，咁啊，如此類推咧，成個數列咧頭四項目咧就係隔離嘅一四九十六啦。咁啊，同學應該都好容易計到，喂，咁第五個項目咩咧？嗱，第五個項目咧，應該咪五嘅二次出25咯，咁六嘅二次出36咧就係第六個 term 啦。咁我無啦啦想計第十二個 term， 咁點搞啊？我如果第十二個 term 咧條公式應該就係十二嘅二次咧出144啊。咁啊，睇睇第二個。思群咧就三角數，學完正方學三角啦，咁啊英文叫 triangular numbers 啦，咁啊條公項已經喺個 screen 度就係 n 乘 n 加除二，如果要困落去三角形度咧，我就會聯想咧呢條公式就似計面積啊，三角嘅面積就係底啦呢個啦。因為乘高除二，咁個高咧永遠多多個底一嘅咁樣樣。咁如果我諗下，哦，如果我想計第十個項目，咁點搞咧？就係將十啦乘多多十嘅一嘅十一啦，當然除二咯，所以第十項就係十乘十一除二啦，咁啊會快啲嘅。咁啊公式就喺呢度啦，咁啊先摸摸第一個項目咯，就係 T 一嘅時候就代翻一乘呢個一加一除二啦，咁啊 first term 出一啦 ，second term 就係二乘二加一除二就三，咁啊 T 三就係三乘三加一除二出六，第四個項目啦就係四乘四加除二啦，咁都係十嘅，咁所以頭四個項目嘅次序咧就係一三六十啦。咁啊第五個如果你翻屋企計下應該出十五噶啦，咁啊如此類推。咁啊第三個咧比較特別噶啦，叫 Fibonacci sequence 啦，咁啊個名讀出嚟比較特別啦，因為呢一個係一個數學家嘅 last name 嚟嘅，因為佢發明咗呢一個 sequence， 所以就由佢個名去命名啊，咁啊叫 Fibonacci 咧，係個意大利數學家嚟噶。咁啊呢一個數列咧，睇落好似好特別咁啊，有兩個一跟二三，咁佢又唔出四喎。咁啊跟住八之後又唔出九，而出去推啦。咁你發覺咧，就咁睇你摸唔到咧廿一之後出乜嘢噶嚇。咁啊因為呢個 sequence 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喺呢一度啦，第三個項目啦。成個 sequence 咧喺第三個項目咧先至會啟動佢。sequence 上面嘅一個機關嘅，咁係咩機關呢？而家話俾你聽啦，就係、所有啊由第三個項目開始嘅項目咧，都會由之前嗰兩個項目相加而成嘅。咁啊諗下呢個二咧，咪即係由前邊嗰兩個一同一加埋嘅咯。而呢個三咧，咪即係二加一啦，如此類推咯。見到啊，各位。咁啊，我哋試一試俾你睇下咯。咁啊，我已經喺每一個項目頭頂咧都寫曬 T 幾多俾你對照下陣間。咁啊，去到第八項啊，我哋咁啊，陣間我哋會計第九項噶啦。咁啊，先嚟睇一睇第三項咧，就係由第二同第一加埋啦。咁啊，即係兩個一加埋 ，which 就係二啦，即係呢個嚟噶啦。OK。咁啊，第四項咧
咁當由前兩個，即係由 T3 同 T 加埋，即係2 and 1， 咁加埋就係3啦。咁啊，第五項咯，咁自然就係第四啦，與第三加埋，即係3同2啦。咁啊 ，output 個5啦。咁啊，仲有計埋第六個項俾你啦，就係第五同第四加埋嘅 ，which 就係5同3加埋，所以出8啦。咁啊，後面我跳啦，直接跳頭先第九項啦，喂。嗱，呢個第九項咧，照道你用翻頭先嘅 pattern 咧，就係由第八同第七加埋，即係呢兩位仁兄啦。所以你計出嚟就係21同13加埋 ，which 就係34啦，喂。喂，識計同學記得 subscribe 你嘅數學999，但願人長久。